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啊，我们接下来讲解风水的基本理念啊。风水学的法则就是从易经易的太极而来啊，但是伏羲氏伏羲帝还没出生以前，风雨水照常是存在的，没有人以前风水都是存在的，只是从伏羲的时候他画卦了解无极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啊，以后呢啊，我们古圣先贤遵照啊阴阳对待的法则啊演化演绎发掘了，发现了很多的啊宇宙间的真理。所以那时候以前呢的圣人，他从来不讲发明，他说发现。但是现在的人比以前更聪明啊，都称为叫做发明家。事实上讲发明家的人更没有智慧啊，不是谁发明的，它是宇宙间它本来就存在的，不是谁发明，而是我们发现了啊宇宙间山河大地它的一些调和的法则，所以叫做发现家，不是发明家，懂吗？以后我们不要说哦，谁发明什么？你谁说谁发明的话，你在打妄语哦。我们大家要有这种智慧啊！比喻昨天我们所讲的知和觉，先知而后觉，不是先知先觉。好，那先知而后觉，你知了才能去领悟。才能下人觉悟，才是觉悟。我们人有觉性和知性，啊，所以叫做先知而后觉。那么我们风水的法则也是先知而后觉。你们开在哪里？知道要开门，那么你要开在哪里？啊，才会察觉。啊，所以风水学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，我们如果冷静下来很有理性，而且参合佛学佛理啊佛家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啊，我们在世间上确实太多太多需要重新考虑重新修正。而这个太极呢，有人把太极拿来当辟邪，家的门上挂一个太极就能够辟邪了，这种没有道理。然后王禅老祖啊，鬼谷先师啊，他说众生啊，啊这个鬼灭他们看不到看不懂这个太极是什么，所以你把它挂起来呢啊，鬼灭门他们也不知道什么，一个黑一个白而已，照常进来呀，照常进来。就要回想在啊十三他十二三年前呢 啊在台中市台中家商前面啊有一户人家啊，这个呢啊一个孩子七岁八岁的小男生啊，有一天呢突然间三更半夜到十一点准时开始呼呼呼呼呼要往外面跑，
啊，衣服把这小朋友七八岁了，把衣服全部脱下来就往街上跑，好几个人抓他抓不住。你看这个是什么力量来？是鬼面而来，鬼面护身。啊，刚好啊，他的孩子的爸爸也是省议会，刚才我所讲的赖师姐、赖文君、赖师姐，他的同事，他告诉他了，说这个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弄成家人真的六神无主，有神问到没有神，再怎么样想着办法都没有办法。白天认真读书，晚上十一点准时，前后还不到两分钟就来了。你看这个事情弄成全家鸡犬不宁啊，那我就要我们的赖师姐啊弟子啊，好叫他带来，带不来啊，他就用小孩子爸爸用 V8 呢把他录起来啊，他当他要让发作起来的时候，家里人赶快把他抓了到浴室里面，用水把他淋浴，好把他淋浴，看能不能醒起来。照常越淋越勇，我弄成全家的五六个人都抓也抓不住，好像抓罗摩卢曼的滚滚的修就修的，没有办法。好，所以我看了，那好了，我到你家里去。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六点多，我就到小孩子家。看到门上挂一个圆脸的太极，我问他你挂着干什么，你说这个可以辟邪，我去哪里问呢，什么神叫我挂这个，有没有进来，照常进来。这个是禅的鬼灭，他不会去领悟这个禅机啊，如果他领悟禅机，他就不会在你家里了嘛，很简单道理嘛。我说拆下来就好了，啊，就到楼上去。楼上这个孩子呢，看到我去了，很有礼貌。白天十一点是正常，晚上十一点到三点里面不正常。你看，因为三点以后教饮食，饮食呢，鸡会叫，鸡会啼，鸡啼狗叫，鸡属于有精。有金呢，啊，金空则响，啊，所以鸡一提呢，我们鬼灭灵界，若是在医护人的身上，啊，他内心里面有一种没有办法说不出来，一种也是罪恶感，所以他自己在挣扎，啊，他魂魄等等呢会消减，所以到鸡鸣的时候他就跑了。赶快离开这个家，又回到他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。好，我到楼上，到卧室，都没有什么事。到楼上二楼的客厅，天花板，天花板呢，有三个人头的像。人头的像呢，天花板我们早期台湾的装潢。喷那个金葱啊，金葱啊，那一个细细的啦，细，结果水又上面又没有水，三个，一个眼睛张得亮亮的，一个张牙裂齿的，一个长长的，很难看。我说，某某你看，三位，因为老师啊，我家的小孩一起来的时候。就是这样，一个张牙裂齿，一个眼睛亮亮的，急于一身，很恐怖哎！我有看到啊，你 V8 照了我看了，那怎么办？嘿嘿，白天不在嘛，啊，现在白天不在也走了啊，晚上十一点进来，屁股就从上面来，就直接依附小孩子身上啊，那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又要灵啊，请示老祖，老祖开示，今天中午以前，十一点以前，你去这个桃花
桃枝，桃枝。哦，七寸。啊，桃枝。中间用红线，好，而捆七圈，好，这个七圈，七圈，好，七圈，七圈，好，桃枝这样绑起来，好，七圈，好，在中午前。挂叉门上，好，插在门的上面，比喻文字这样，门，你就插在这边，插在上面。小小的桃枝，你也不要用这么大的桃枝哦，啊，像啊这小小的桃枝。好，你把它绑成十字架的形，然后中午以前你插在门上，晚上绝对不会来。啊，就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我告诉他了，老师这样有效吗？我说100%有效，不然你原来挂着太极有什么没有用啊？照常进来啊。然后呢，你插到中午过了，正中午的时候，午时，好、啊、去除，那是阴影。好、啊，你用啊，第一次米水，洗米水，好、啊、新扫把。好、哦、啊、沾水洒净化，用新的扫把，米水你用着铜子装，好、哦，你然后用新的扫把，好、哦，你用往上洒，往上洒，然后把它洒一洒，洗一洗，把它拨下来。到外面放水流就好了。啊，我教他这么做，那天晚上就没有再来，第二天晚上也没有，自此以后都没有了。我要他把八卦太极拿下来，桃子，爱的话，懂吧？这个很有效哦。如果一个家里换很多的阴邪。啊，常常一些莫名其妙的阴邪进来，只有桃枝，桃枝，姜太公斗桃花女，他就用桃枝跟他斗，就桃木剑，啊，用桃木啊削好的剑，啊，桃木剑呢，斗桃花女，斗邪祟，是这样，所以早期啊，现在在结婚了。啊，前面呢有那个竹扫竹子，还挂了一个猪肉，也是姜太公啊他所传的妙法啊。以后我们这个妙法都一一会讲给各位，你们请回到国外的时候啊，你们就一部非常完整的啊这个啊保护智库啊。所以这个桃子，桃花七寸，你放在上面，你也不说什么耶稣基督都一样，把耶稣和基督全部请过来啊，一起好、啊、来消灾化解，也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事实上桃子能够辟邪，但是我们房子的后面
啊，最好桃花不要种，桃子不要种。啊，我们一位师兄校长，啊，我们师姐主任，啊，师兄校长呢，啊，他很喜欢，不是走桃花哦，啊，他很喜欢看那个啊桃花梅花了。有一次呢，他去买了一颗很漂亮的啊桃花，开得很漂亮，啊，回去了，啊，也没有事啊。啊，欣赏花没有罪过嘛，啊，他就把这颗花呢放种在屋的后面，长了很快，第二年开始开花，啊，他带了同事去看了他家里的这颗桃花，哎，看了三报四报呢，啊，有的同事呢比较热心，啊，热心呢，啊，他喜欢每天去看。太太主任没有感觉什么事，哈 先生校长呢，啊，他呢，也没有感觉什么，无形中呢，第一年啊，大家来往更亲切，啊，第二年桃花又开了，又开了又来，连续三年的桃花，以后这个桃花呢，拔也拔不掉。是老婆嘞，然后师傅啊，怎么办？为心性高，为心重。我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桃花砍掉。他砍掉，老公回来会生气的。哦，他不会放过我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你把它砍掉。师傅说，告诉他，师傅说，这个桃花里面有阴邪。会让你神魂颠倒，而让家里的人孩子不知道怎么来赞叹爸爸，或是说爸爸不对。哦，现在孩子都大了，啊，所以师父说砍掉，有事情你去找师父理论。砍掉了，哇，回来就这么讲了，哇，老婆啊，啊，丑事你不要给师父知道。啊，你怎么讲给师父知道？以后我就不敢去见师父了。啊，老婆说，师父说你更要见师父，因为以后桃花才不会再来，因为春风吹又生。哈哈，所以家里的屋后桃花，若是你是果园，没有事了，单独一颗两颗的时候。我们最好啊能避免，若是你要桃这颗桃花呢，啊，你要继续种，啊，要欣赏，那么我就建议各位，你们每年呢，啊，给他换个新衣裳，新衣裳，啊，什么呢？啊，绑红色线，啊，桃花的头上来七寸，土上来七寸。占了七寸呢，好，三千就好了。好，每年的三月三，农历三月三日，农历三月三日呢，你在这个桃花，这个桃子。桃花木，你要做就可以结七寸。姜太公钓鱼，离水七寸，哈，这是也七情七寸啊。那好了，你就会解除了七寸，这个七寸也七菩提。七菩提从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直啊。眼耳鼻舌身意直，啊，七寸，七菩提，眼耳鼻舌身
义直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七情啊，所讲的七情啊，七情啊，那从这里七菩提可以修行，从眼耳鼻舌身意直就能超跨越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，你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有这么做啊。我不会画桃花哈。好，这样子也可以，但是能砍掉最好砍掉了。啊，这个这么多年的，看到一些信众的经验，啊，所以风水啊，在我们家中有形无形都是属于风水，看得到、摸得到、闻得到、嗅得到、感触得到，都是风水。而风水所感应来，啊，有一个。就是身体的感触，从眼睛所看到了，耳朵、鼻子、舌头到这里，身体传入我们的意念，传入意念以后，我们会执着了，执着在脑海里面，然后再反射出来色界，现象的世界叫做色界，行为的世界。叫做色界，啊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执着，就是七菩提。啊，那桃花呢？啊，用了一节的时间，在以前，啊，我们在测量，在东市，啊，我们去睡那个地方呢，晚上灯都会自动关灭。因为那一栋呢有两位自杀掉在那边，所以我们的测量公司的员工们三更半夜被鬼压，啊，压了就不敢住，大风大雨骑摩托回来，好问我怎么办，我想用桃花剑也可以嘛，我说因为我看过小说，啊，桃花剑应该可以。后来下个桃花剑插在门上，那个自杀的，啊，两个人又开始就没有开始再来压床，啊，这个现象，啊，所以一里通万里，能够彻悟阿弥陀佛。